阿小姐，你冇諗住零血罐咧，就以為自己扮到鬼先，大家可唔可以拎翻過嚟咧？唔該。唔係嗰啲殭屍貼咗唔識喐嘅咩？咁老虎有咩用啊？因為我唔係殭屍啊嘛。你好似有道理。阿先生，我想問你睇唔睇老爺？咁你平時鬼節會做啲咩㗎？呢度？平時鬼節請吃飯咯，睇 JMK 啦，睇咩食飯啦，梗係。唔係咁睇 JMK， 唔係鬼節都要睇噶嘛。今日係鬼節嘅正日，所以我哋咩玩法就會玩呢個鬼節嘅問答大賽啦！我哋一次啊，一齊嚟歡迎我哋四位嘅參賽者先啦。第一位邊個啊？我係老張。好，第二位係邊個咧？我係小娟。好啦，跟住到呢個啦。我係 Unis 何永提啊。跟住到呢個玩完啦。我係李奧啊。都過翻頭。呢個可觀嘅造型嚟。唔係啊，大馬仔，唔係唐官啊，唐官呢個茶記嘅造型嚟嘅。哦 ，White 嘅造型啊，我係有衣冠不整嘅 theme 噶。好恐怖啊！而家啲衣著恐怖真係，啲就係啦。喂，後邊睇都覺得好恐怖，大家見望到後邊咧就知道，就喺個 cam 影翻後邊嗰下噶。Iron Man 是不死的，我想問 Iron Man 和鬼節有什麼關係呢？我想問這件事，不過觀眾自己評分，我們現場觀眾都為我們四位參賽者的造型做評分，以下下來的時間就最精彩環節，就是我們問答比賽的氣慾，想問大家這個鬼節感受例牌，農曆7月14今年是多少號呢？這個8月208月20是不是？是啊。 OK， 錯的補答。好厲害。 Unis Are you 是嗎？ Are you 是D 八月廿一 ，OK， 八月廿一系啱嘅。咁我下列哪一项系农历七月十四嘅别称咧 ？A 猛鬼节 ，B 天元节 ，C 万难节 ，D 七月半。系啊，边个字啊？愚难节，万难节喎，系你愚难节。愚难节，愚难节就啱啊！但系呢个字系万字嚟嘅，所以系打错字，所以系错嘅啦，唔好打错字。U 系 U C 万难节，你话咩？你错啊嘛？唔系讲错，系个 C 嘅答案真系错啊！愚难节啊！我错喎，边个冇答？老姐 ，B 天元节。B 天元節咧係都係錯嘅，中元節就啱，七月其實係七月半啊，愚難節係啱嘅，不過呢個係萬難，係錯字嚟嘅。愚難聖會係從邊一度傳入嚟香港嘅咧 ？A 潮州，潮州啊嘛，哇，好快而準啊，潮州啱嘅，潮州係你啊，有一分啊，好下一條啦，下列哪項咧唔係農曆七月十四？不適宜做的事啊，即是他是不是適宜做，即是他是相對地適宜做的。 A 裝修， B 搬屋， C 結婚， D 旅行。老闆 A 裝修，裝修 OK， 非常好的，找人補答。你好啊，小娟快點。 C 結婚是不是？是 OK， 都是錯的，還沒補答。你好是多旅行是吧？旅行 OK， 這裡有 0.5 分啊，恭喜你啊。愚難節是源自哪一個佛教人物啊 ？A 阿修羅 ，B 玄奘 ，C 木蓮 ，D 釋迦牟尼。小娟，小娟 ，D 釋迦牟尼係嘛？你有睇開佛嘅喎？冇啊！我知你錯啦，下一個。Are you？ 誒 B 啊 ？B 玄奘即係唐三藏係嘛？唔知啊，取西經嘅唐三藏愚難節關佢咩事啫？下一個，老職。司木蓮，司木蓮啊！木蓮救母啊！呢個故事大家可以睇下。鬼字有幾多筆畫？你好，老職。哎呀，很明。O K， 講。40。40點解十畫？你只數一次嚟啦。2、3、4、5、6、7、8、9，10咯。啱咗。錯，下一個。老職。係啊。老職。D 十一，十一。真係十一。係。好，下個唔該。小娟。B 九係咪？係。九冇錯，九。耶！係咯，點解嘅？有冇數嚟睇下？一、二、三、四、五、六，呢度一撇落去嘅，原來係七、八、九。
呢隻字一睇都唔係一撇過啦，睇住呢個。呢日我唔係燒衣用品呢條送俾大家 ，A 芽菜 B 粟米 C 豆腐 D 雞翅。你好，你好 ，B 粟米。係啊，呢條真係豆粉蛋。我最中意食，因為中意食粟米。乜嘢顏色咧係唔適宜喺鬼節掛上去嘅衫嘅咧？你好，係阿老積快啲今次。A 紅色 ，A 紅色嘅好 next 下個。A 你好，你好 ，B 啊。白色，白色系，系咪白色？系啊，白色。点解觉得白色啊？唔知，我觉得系。O K， 咁啊，不如俾下个答啦，两个咧。阿 U 系。阿 D 啊。以上皆是系嘛？O K， 阿 U 有零点五分嘅。哇！点解嘅？今年边一个生肖需要喺鬼节嘅时候拧转面咧？多多，以上皆非。点解你识计嗰啲嘢噶？唔係阿玲，頭先你話我知嘅。係咩？我有話過俾你聽咩？哦，呢條 cancel 啦，我講過呢件事啦。不過答案係啱嘅，以上皆非呢樣嘢。我知點解上訴，因為都唔需要零轉。係係啊，冇錯，就係唔使零轉嘅呢個音。睇得多鬼片就膽生毛，出自邊個嘅説話嘅咧 ？A 李成 ，B 杜海琴 ，C 伍家朗 ，D 李維斯。老積，好老積 ，A 李成。係啊，呢條真係送俾大家。真係呢份，我睇奧運㗎嘛。你莫奧運，我諗睇到啲鬼片咧，膽生毛有機會。Part Two 啦，就係。就係、是、講一啲全世界唔同嘅鬼節嘅一啲內容嘅。邊一個國家稱鬼節為燈籠節？你好。誒，邊個先啦？又係我啊。啊，呢度先啦，你咁快。D 台灣咯。D 台灣啊，真係 D 台灣。係啊。梗唔係啦，下個。係要。係要。日本 B。日本啊，係嘛？好啦，你啱啦，你一分。點解嘅？因為日本咧嗰啲嘅鬼節就真係掛好多唔同七彩嘅燈籠落去，你有時見到日本嗰啲 game 啊，成日其實夜晚都掛好多呢啲嘅燈籠嘅，所以大家睇下，好抵啊！邊一個國家喺鬼節入邊咧係會大量展示骷髏頭嘅咧？係喎，係喎，巴西 B。點解係巴西嘅？唔知啊，連落去。所以咪錯咯，下一個。墨西哥，墨西哥，是墨西哥。係墨西哥點解？睇過類似啲旅遊節目咯，好似。嗱，墨西哥咧，佢嘅鬼節又叫做骷髏頭節嘅，但係墨西哥老細一分，好難啊！印尼嘅鬼節傳統儀式係咩咧 ？A 食蝦片 ，B 登高 ，C 挖墳 ，D 扮鬼臉。你好啊，你好，食蝦片啊，梗係。一定食蝦片。但係啲印尼唔食蝦片食咩？我特登揀個答案就係等大家答食蝦片啊，所以答案錯啦，阿哥。阿 U 係登高。登哥係嘛？登哥係重陽先做嘅，應該係先拜山先做。下哥，點邊？小邊 D 啊 ？D 扮鬼臉，點解都係冇人敢挖墳嘅咧？就係因為個鬼節就係啲咁恐怖嘅嘢，就會挖翻個先人個墳出嚟㗎。我知㗎、啊，早排元朗有個俾人挖咗，應該係印尼鬼節。除咗呢個印尼之外，有邊一個國家都係會有咁樣咁特別嘅鬼節儀式咧？A 哥斯達黎加 ，B 馬達加斯加 ，C 阿爾及利亞 ，D 沙地阿拉伯。你好，你好，哥斯達黎加 A， 哥斯達黎加你擺明係撞㗎啦，係啊，好明顯係錯啦，下哥。小 Queen， 小 Queen D 啊 ，D 沙地阿拉伯，點解大家估到沙漠咧？好，得翻 B 同 C 揀啦，另外一個。啊 ，U， 阿 U， 係咪 U 啊 ？C 啊。唔係 U 咩？唔係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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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及利亞係咪啊？係。大家真係好犀利嘅，四個答案硬係估唔中嘅。馬達加斯加，咩啊？馬達加斯加，係馬達加斯加。佢同樣地咧，都係會係將啲先人咧畫翻出嚟。我最諗啲搞錯啊！嗰度動物嘅啫嘛，係咯，仲有挖墳。以下哪一個唔係越南鬼節嘅禁忌啊？A 著鬼樣嘅 T 上身啦 ，B 就係夜晚剃腳毛 ，C 十二點後喺街上流連 ，D 將拖鞋指向張牀。你好，入邊我講咗。邊個邊個先啊？邊個先？阿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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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係。B 夜晚剃腳毛。夜晚剃腳毛應該唔單止係越南。呢個禁忌，周圍都禁忌嚟㗎。禁忌嚟㗎，阿哥。你好。阿小 P 你快啲咁先。A A 著鬼樣 T 上身，好似你咁樣係嘛？依家係嘛？所以唔啱咯，俾再啦再啦。你好。你好。C 十二點後街上流連，冇錯啊，其實呢個啊，幾點就街上流連都唔係好啱嘅。十二點後佢話事啊嘛，俾人打劫啊，都得嘅。咪咯，件事 OK。咁啊 ，Leo 呢度一分啊，即係補答嘅。唔計算 Halloween 萬聖節啦，因為 Halloween 係西方通用啊。邊一個歐洲國家係冇鬼節嘅咧？你好，你好快啲喎。斯瑞士，瑞士係嘛？真係瑞士。係啊，瑞士。我下個。小 Queen。小 Queen 係。D 啊，法國係點解嘅？係估啦。啊，就係你今次估得好啦。下一個咧，關於遇難節嘅冷知識篇啦。第一條，
遇难呢两个字系咩意思呢 ？A 倒吊 ，B 卷曲身体 ，C 吊颈 ，D 四肢被绑。小飞 ，OK， 系啊 ，B 卷曲身体，你哋成日都卷曲身体噶，系啊，所以答案系错嘅吓。你我 D 四肢被绑，点解你中意俾人绑四肢？系啊，五马分尸啊，系嘛，四肢被绑五马分尸有分别嘅，所以错嘅下一个。系边个先啊？老积吊颈 C。撕吊頸，點解大家好犀利，永遠都係大吊？係要啊，就係倒吊啊！真係成日都冇曬分啊！鬼知有幾多日 ？Are you？ 係要撕撕一個月咁長嘅咩？咁長啊！真係咁長。我頭先 search 係。係 search 咗一個月嘅咩？係啊。做功課答案錯嘅。A 啊，一日啊。一日唔係，一日都唔係啊。兩星期。兩星期哇！搞錯頭先。其實兩個月啊，七月兩個月啊，七月尾啊嘛，真係撞啱曬。由頭到尾維持兩個月。即係你不如啲。咁耐嘅咩？點解嘅？但我之前睇JMK 有個節目咧，我隔離完之後翻上去就冇咗咯喎，個鬼節一個月嘅啫喎。所以嗰個係故事嚟㗎，又唔係真實嘅答案啦，係。歷史上最長嘅鬼節假期啊！歷時幾耐呢 ？A 三日 ，B 四日 ，C 一個月。有假期嘅咩？你好啊！你好 ，boy 四日。四日，四日呢個係香港咁長嘅啫 ，next 錯嘅。我係 U。係個。兩個月。係啊，真係兩個月。兩個月。佢想講緊嗰個假期係咪其實就係鬼嘅假期，唔係我哋嘅假期啊？以前係講緊唔知清朝啊，做乜鬼假期啊？好啦。邊一個動物是不可以驅鬼的呢？要揀你 B， 揀你，揀你，揀你，你揀錯啊！係啊，佢咁可愛。小軒，小軒 ，C 啊 ，C 鴿啊，即係放飛機嗰啲啊，放飛機唔會放鬼嘅，所以 next 啊，下個你好，你好 ，D 牛啊，點解個個都有？有人㗎，我係驅到鬼嘅。以下呢一種嘅用具咧，係不可以驅鬼嘅咧。A 手搖轉，即係咁樣拎住喺度轉啦。D 就木錯，即係個錯啦。C 係電轉 ，D 係墨斗。小飛，小飛 ，C 電轉係。咁都點解係電轉咧？再講電轉同其他有咩分別啊？唔知啊。唔知都可以答啊。有三分啦，小飛。其他唔使電。下一題係啲知識題啊。頭七嘅正確時間係咧 ？A 細細開始計足七日。B 第六晚至第七日早上 ，C 成個第七日 ，D 第八日，係要 A 由細細開始計足七日啊，呢個係錯嘅。小軒，小軒 C 係成個第七日啊嘛，你以為頭七就係第七日啊嘛，梗係錯啦。B 又話我哋暫時計係 B 嘅第六晚第七天早上。阿飄，阿飄，阿飄，下一題啊！神功戲其實係俾咩人睇嘅咧 ？A 人加鬼 ，B 鬼加神 ，C 人加神 ，D 全部都係。神功戲係嗰啲遇難性會咧，大哥大哥做嘅，揈下揈下。你好，係啊 U 先好似。Boy。Boy 人誒鬼加神。鬼加神係錯嘅。都人睇喎。好難答錯。小飛。D 啊。D 上街市，我都話聽都係錯嘅，官方嘅答案。老積。官方嘅答案。A 人加鬼係咪？係啊。其實係人加神。系啊，呢啲系错，呢啲系咪有问题啊？啲答案有问题，答案有问题。睇下答案，下列边一种系正确啊？系正确嘅拜祭食品啊？正确啊？小圈，小圈，鸡髀。系点解咧？因为成日都见到人食鸡髀。即系拜神唔见鸡嗰啲啊？唔要食鸡髀。好啊，但系我想讲答案系错噶。你好啊，你好，施善宇。鱔魚喎，係啊，鱔魚係講明話嗰啲冇鱗啊冇鰭嗰啲人唔可以攞嚟拜祭嘅喎，所以答案係錯嘅。呢條第一答再知道。阿 U， 阿 U 係。咁 B 啊，會唔會又係錯咧？我而三個都錯。唔係雞啊，跟住有一點五分。點解雞唔啱咧？因為咧喺拜祭度係應該有一隻完整嘅雞，係啦，可以分開啲雞嘅。嗱，下一條咧係啲下邊下邊條啲經濟學問題嚟，都有兩分嘅題目。但係經濟問咩咧？係問永通啊，大佬。銀行嘅永通啊，永通銀行最大嘅面額係乜嘢？係。系邊個先啊？阿 U 先 ，D 五十億。你諗住最大就啱嘅啦咩？梗係錯啦，阿哥。呢度你好 ，C 十億 ，C 十億係咪？好，呢度有一分。
點解啊？都係印出嚟啫。睇下有冇十億。高寒啲啊！邊一間唔係明抄喺華人社區嘅發行嘅銀行咧？李奧，啊李奧先。A 極樂銀行。係啊，你真係好熟喎！你買開呢陰絲紙。係啊，買開嗰啲㗎。喂，冇寫嘅呢張。我撲輪啊，頭頭。有喎，真係極樂銀行。投資會有兩分嘅，其他啲分別係喺華即係中國啦、天地銀行、馬來西亞。唔係啊，極樂銀行唔喺華人社區發行㗎。係喺邊度？係咩？歐洲嗰邊啊。極樂世界。哪一個神仙咧係會印？佢曾經被印上喺呢個銘鈔上邊咧？小編。財神，財神，你係咪眼見到嗰個唔係財神嚟㗎？係嘛？叫做黃大帝。黃大帝係啊！答案真係財神啊！邊一個名人係冇曾經俾人印過喺呢啲銘鈔上邊咧？A. 瑪麗蓮夢露 ，B. 金乃迪 ，C. 愛因斯坦 ，D. 李小龍。你好，你好 ，D. 李小龍。係咩？你又知道李小龍嘅？你同佢溝通過？我問過佢啊。你問過上個禮拜係啊，啱啱開嗰陣時問過佢。係咪㗎？係啊。真係答案係。大家可以上網 Google 出咗瑪麗蓮夢露嘅銘鈔，明抄曬大鋪啊！邊一個國家係冇發行銘鈔嘅咧？老師，琉球 A。琉球知唔知咩嚟㗎？琉球群島。係啊，即係。沖繩。沖繩係嘛？日本梗係有名抄嘅咯，下一個咯，下一個咯。你好，你好。斯韓國，斯韓國，韓國冇名抄咩？韓國冇名抄，冇理由。我睇起明明有嘅，下一個冇。哇！得翻假啲答案，假我哋又估錯過，通常 D 啊越南，係咯 ，D 越南答咗先。我好犀利，你真係好犀利，永遠都係印尼先啦。有中啦，我哋好叻。即係卡片就冇啦。除咗一啲嘅冷知識或者係啲經濟學嘅題目之外咧，以下落嚟就大量係同我哋個 group 要加分啊！大家我以為經濟學要低回率添，係咯，你都錯啊，三個不離咁錯。咁都唔中啊！好啦，下一個環節就係同啲電影有關嘅。香港最多人睇嘅鬼片係咩片啊？死啦！冇睇過。香港啲人唔睇鬼片嘅喎。啲人唔睇鬼片，你最記得嘅鬼片係啲咩片？政治咯。政治香港產片啊，頂你鬼！金陽路回魂夜，金陽路回魂夜，係啲題冇分嘅，我哋曬都同金陽路有關嘅。OK， 金陽路幾多集？有咁多集咩？問下先，你好。小飛，你死。你好先，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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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啊！好啊 ，B 十七啦 ，B 十七啦，好係揾人補答啊，唔該。我仲追，我繼續講。阿 U， 阿 U 係唔係十七咁啊？十八啦，十八係嘛？確認啊嘛。確認，揾人補答唔得。我即係爭一個 ，D 十九 ，D 十九。古天樂喺陰陽兩棟自創咗咩元素咧 ？A 死亡嘅方法 ，B 揮手嘅方法 ，C 捉鬼嘅方法 ，D 佢著衫嘅方法啊！你好啊 ，D 鬼節 D 著。鬼節衣著，跟住著衫方法咧，著咩衫啊？唔知啊，古天樂我就諗起著衫，唔知點解。係咩？我諗起跳舞。係咯，我都諗起跳舞。下一個 next 錯，老職老職，揮手方法 B 係佢點揮手法㗎？其實真係唔知點咁樣啦，佢咁樣揮手㗎，就係咁嘅揮手方法咧。係啊，話説佢話想加多啲嘅恐怖元素落去，自己自創咗呢個咁樣揮手嘅方法。喂，淨係見呢幅相，唔係你平時都係咁樣揮手嘅。都係啊 ，OK， 下一條啦。陰陽路入邊龍婆啊，真名係乜嘢咧 ？A 李氏龍婆 ，B 不是龍替 ，C 老氏龍母 ，D 羅蘭。哇，梗係羅蘭啦，唔使。哦，你舉手答翻係咪羅蘭啊？你好，係係羅蘭，係 OK， 下一個錯嘅。阿 U 係 A， 你是龍婆，係因為名錯啦，即係叫龍婆，全名叫真名叫龍婆，係名叫龍婆啊！呢個答咁你都答，你是龍婆，曬婆阿哥，你是龍婆。B 不是龍替係咪？誒，照片有1.5分嘅。個 C 咁似粗口嘅。邊一套係同陰陽路有關嘅鬼片啫？B 常在你左右。哦，你咁快咁肯定嘅今次。係。睇嚟有份拍啊！你有份。冇。冇份拍。但係有份拍都啱喎。我想估呢個。我都係。好啦，嗱，除咗陰陽路之外咧，其實誒，不論香港同埋世界都好多唔同嘅恐怖電影嘅。以下落嚟咧就係關於恐怖電影嘅環節啦。呢一個環節好犀利，有4分嘅嚇。以下邊一套係台灣譯名嘅鬼片咧 ？A 陽關道 ，B 陰司路 ，C 黎陰宅 ，D 孤兒院啊。阿 U， 阿 U， B， 陰司路，系，就係陰司路，應該唔係，係咯，繼續問，繼續問啦，我錯啊，你好，你好 ，A 啊，陽關道，陽關道，再答過一次同啲，老職，老職。孤兒院，孤兒院係嘛？好犀利！我話俾你聽，《陽關道》咧係一個香港同馬來西亞合拍嘅電視劇咧，係做呢一個殺人犯嘅。陰司路係 The Walking Dead，
孤兒院是講一個咧一個十幾歲嘅，幾廿歲嘅，我哋又中咗啦，所以答案係黎恩澤。黎恩澤即係咩咩鬼屋驚空十六嘅，其實即係 OK 啊。Free team 啊，好啦，睇下邊邊答錯。好，邊一套又係台灣譯名嘅故事係提及呢個墨西哥鬼節咧 ？A 可可夜總會 ，D 靈魂急轉彎，好正啊 A 咁低俗。你看看呆了那些人怎麼看你好 B 靈魂急轉彎靈魂急轉彎你再轉多兩個圈子下個好迪斯人的畫小 B 可可夜總會沒錯 Coco 這套戲這個墨西哥鬼節的鬼屋驚空實錄宇宙系列即是剛才的麗音集總共有多少集呢 A 五集 B 六集 C 七集 D 八集你好你好 D 八集八集是這麼難這麼堅定的答案是嗎是嗎有看好即是有大買大沒有有大買大四分啊紅衣小女孩的女主角是誰呢 A 楊丞琳 D 許偉玲 C 徐若瑄 D 柯佳嬿你是小姐什麼不出自己的名字小姐小姐 B 是叫什麼名字許偉不識字不中小 B有四分啦，趙冠，趙冠，好鬼靈啊！咁樣叫做 OK。角色俊雄咧係源自邊一套日本恐怖片咧？你有 B 鬼來電？鬼來電，鬼來電有呢個人嘅咩？唔知啊，好啦，行過啦。老職，老職 ，C， 咒怨，咒怨。冇錯，答案係咒怨老師有兩分嘅，佢就係嗰個女主角嗰個死咗嗰個小黑小朋友就係阿正雄啦。好，台灣啲譯名好正啊！小秋回魂嘅台灣譯名係乜嘢咧 ？A 小秋回魂 ，B 神鬼回憶 ，C 小秋與他們 ，D 他。乜鬼嘢？你好，你好 ，D 他他媽的。我係他，係他唔係他媽的，我係動物嚟嘅喎。係啦，小秋回魂咧就係嗰套電視就係他啦。仲要係動物先抵，動物蝦先攞嘅。因為佢嘅英文名叫 It It， 所以佢知台灣咧有時好中意直譯一啲名嘅，咁啊直接譯咗個。改得好呢個名就係動物蝦。好啦，回魂夜入邊咧，邊一個唔係練膽大法嘅用具咧 ？A 油眼淚 ，B 過山車 ，C 炸彈 ，D 屎。哎呦！哎呦 ！C。炸彈有喎，俄羅斯連打係啊，有喎，你冇搞錯，下一個你好，嚟咯 ，A 牛眼淚，冇錯啦，牛眼淚睇鬼啫。另外過山車就係佢細個咧連打咧，而啲屎係插落啲屎度啊嘛，好危險啊啲，好危險啊呢個。下列邊一個係美國恐怖電影嘅人物咧 ？A J 誒 Jason B Freddy C Chucky D 三個都係，好識，好識。以上皆是，以上皆是睇開鬼片啦。係，喂個 B 嗰個串錯字喎。係咩串錯字咩？得啦，反正呢個睇唔到嘅。看圖作答題啊！以下幾題啊？我想問呢套係邊一套電影咧 ？A 我左眼見到鬼 ，B 見鬼 ，C 三加 D。我都知。小區小編 C。哇！真係好快啱個多，我以為自己啱過嘅，但係你好你好 D 移動空間，移動空間係嘛？係都錯，都錯。咁阿 U 係。A， 你係咪特登答錯咧？呢個你真係見鬼啊，大佬！啱想舉手中咗鬼叉燒啊！見鬼啊！咩事啊？加拿大，睇我問下佢，大家唔好笑啊！好啊，幾齊心啊，大佬我哋。我已經根據個上次奧運咧，啲人答兩次都答唔中咧，俾多次機會答第三次，但係都係啊，反而今次錯嘅機會咧仲高上一次，真係陰功啊 ！OK， 好難咧，大家有冇睇過《午夜凶靈》啊？唔記得啦，好多年前喎。應該有。我嗰時未出世。係啊，精子基本動作係點樣㗎？呢個你有冇辦啊？睇下。頭先佢出場嗰時。佢出場嗰陣時啊，好啦。個爬出嚟一段時間。以下呢一個邊一張唔係精真係精子入邊嘅電影嘅相關劇照咧？啲師自己睇啦嚇。啊你好，你好。C C C 係張家輝嚟嘅。咁你都睇到？咁你都睇到？咁你都睇錯啊！唔係精子，唔係精子，咁應該係啊，小 Queen， 小 Queen 係 A 啊 ，A， 你呢條咁驚，你都覺得唔係精子，有手嘅，有埋個咩，有埋頸嘅喎，唔係佢好，咁 C 都有手，完全冇影俾我影響個小 Queen， 但係答案錯嘅 ，OK， 係 B 同 D， 剩翻邊一個係，尾門啦，好明顯，阿老職 D。點解你唔俾 Yuna 守尾門啊 ？Yuna 守尾門啱咯，但係你同 Yuna 嘅發揮係一樣嘅。B 啊 ，B 係千王之王，二千王。
另外一張咧，第一個咧，小呢個咧係荷里活版嘅貞子嚟嘅，咁另外就係第一集啦，同埋呢個貞子嘅前傳嗰集。我特登讓佢答，因為我頭先如果舉手，我會估 B 嘅，所以我唔舉到。你又好有 teamwork， 大家都唔錯。係啊，好欣賞大家。好啊，個呢一個係邊一個女鬼咧 ？A 加椰子 ，B 富江 ，C 貞子 ，D 微微子。我都唔識喎，你話。你好，你好 ，D 微微子，你聽過微微子覺得好好得意係嘛？係啊，揀嘅嘛，係啊，下一個錯嘅 ，A 加椰子啊，加椰子冇錯，佢就係加椰子啦。隔離嗰個細路就係俊雄啦，係啊，俊雄啊，係啊 ，OK。好啦，嗱呢題好難答，呢題真係好難答啊！嗱，呢一套係邊一套戲咧 ？A scary movie，B scary movie 二 ，C scary movie 三 ，D 三集都唔係。有 Jordan 喎，冇 scare 啊！好啊，你好，啊佢先，系，系啊，我登嚟，系啊，先，啱咗，咁就 movie 三，啱咗，你有睇開嘅咩？真係啱咗嘅，點解？你好啊 ，A scary movie，scary movie 係，都係錯嘅，得翻小編同埋，到你啊，美門啊，你啊，你三門啊，你三門啊，美門，小編，小編 ，D， 異常界飛，佢係 scary movie 四。好 fake 啊！呢件事最後一段嘅環節啦，喺咧個開始之前咧，其實我都同咗四位嘅參賽者講咗，大家要睇 JMK 嘅一啲嘅相關嘅鬼節影片嘅。以下呢五條咧就係 JMK 嘅鬼片相關啊。JMK 第一套提及鬼節嘅影片係乜嘢咧？誒，香港恐怖故事。香港恐怖故事，你覺得恐怖就行？係啊，你好，是是是但但。冇錯，答案係是是但但啦，喺錯。忠實 fans 嚟㗎嘛。另外啲成員，而不離地光場咧，其實係冇拍過同鬼相關。好啦，咁啊 ，Leo 係有三分啦，一個補答。唔係啊，講笨兒嗰啲算唔算啊？講笨兒同講鬼應該有啲分別嘅。JMK 一共製作過幾多條同鬼節相關嘅影片咧？三四五六指揀。你好，你好。B 四。B 四條。嗯。點解？你數俾我聽 B 四。天有十六啦，跟住之後香港恐怖故事啦，時時彈彈啦，呢三條啫喎。下個頂小娟，頂係咪三啊咁？頂三條啫喎，點解會有一條未出街啊嘛？就係呢嘅錯啊！有錯啊！錯啊！咁啊要咯，手尾門，手尾門，尾門，尾門，尾門。揀個錯嘅好難，好難。C 五條啊，計埋呢條啦，呢條出街啊嘛，計埋呢條。我終於啱咗啦！我有三分啦，終於破地獄。又喺香港恐怖故事隔離鬼節篇入邊咧，我啊林道啦喺隔離入邊逃跑嗰陣咧，最終被邊一種物件制服？開震棒。啊！震撼係啊！係喎，真係會震撼。我有講到。是是但但入邊全部都係鬼片入邊咧，邊一個角色係有陰陽眼嘅咧 ？A 龍哥。A 龍哥係咪？俾第二個答啊！錯啊！你有冇見佢個樣就以為陰陽眼先得？咁易我有六分咧呢個題目。要。係。大春。答案係大春嘅。大春冇理由有眼嘅喎。通常都俾人哋插嘅喎，眼。最後一條啦，呢個題目最後一條啦。在鬼節騙案實錄入邊，大春被人呃咗幾多錢咧 ？A 八十萬 ，B 八六萬 ，C 二百四十萬 ，D 三百二十萬。老積，老積，波一百六十萬。中，有睇喎，八六萬啦，好似有睇八六萬啦。好啦，五十條問題已經全部問曬啦，依個時候咧，我哋專業嘅計分時候啦。我估唔到咧，我 set 呢五十條問題咧，大部分都係佢哋答唔到嘅，我真係，真係覺得好失望。我仲諗住叫佢哋咧做曬功課咧，但係一答唔到，我只 set 十題俾佢哋算啦嚇。咁咧，經過咗我哋銘通啊，唔係經過咗我哋會計師嘅專業計算之後咧，得出你結果咧，直接講啦。嗱 ，Unisa U 咧係有十二分，咁啊，小姑娘有十六分嘅。而且老積係有26分，哇犀利啊 Leo， 佢有28.5分嘅。不過大家唔好開心住，因為咧我哋仲未計 Part One 嘅評分嘅。Part One 大家四位嘅參賽者起起身先，俾大家睇下你嘅造型啦。就係呢個四大造型啊。咁我哋咧邀請咗彩灣第大樓嘅彩灣嘅，邀請咗咧邀請咗我哋嚟自越洋台灣嘅我哋嘅 JMK 台灣 KOL 啊長亮出嚟。哈喽哈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哪一个的造型你觉得是住造型造型造型是最像鬼你听说广东话吗
你要说成语还真奇怪。你说广东话给我观众。你说什么鬼话？我自己觉得赵雄的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对，我觉得心里我选的，我觉得你 ，OK， 冇错嘅 ，OK， 佢叫好笑。好啦，咁呢一个嘅自选项目咧，通常咧，上次睇奥运都知道啦，自选项目特别高分嘅，自选项目今次就少少地啦，因为七完啦，所以有七分嘅。老姐其實原來是反超了這個贏了這個比賽，所以呢，冠軍就是老姐的肉班戒指就送給你，多謝你，十分鐘今天鬼子問答你這麼高，現在請大家吃飯啊，今晚 OK， 如果大家繼續喜歡看我們什麼玩法，這個奇怪的問答比賽，歡迎留言和多多分享支持，下一次我們什麼玩法問答比賽再見，拜拜。 Thank you close。 我設定一些簡單的問題，不是這樣才出眾的，我們答成了。我覺得自己今次扮精子但輸了造型有什麼感受？挺好啊。你做鬼節，但輸咗俾 Iron Man， 輸咗呢個。我好甘心輸俾 Iron Man。今次有冇熱血沸騰嘅感覺啊？今次係有啲陰寒嘅感覺，有啲傻嘅。好啦，下個下個。有冇諗過自己今日會贏嘅咧？冇諗過啊。點解咧？因為真係好久唔答啊！你幫你定啲題目啊！好出色啊 ，Iron Man 真係。太過分啦咁樣。選擇題好玩，唔使諗咁多，亂咁舉手。有邊一條唔係唔使諗舉手，要諗啊要。你覺得咧？啲題目難唔難啊？好難啊！點解難咧？你唔睇鬼片嘅？因為我好少知識嘅個人。好玩啊！我覺得我哋好叻啊！我哋輸咗，不停咁樣答錯問題。Team Spirit， 耶！全部都係亂估嘅。最低分係因為我好積極咁樣去幫佢哋搞呢個排除法。我先回答了，我犧牲很大的。我發覺不論是你排除法還是你排除法都是答錯的，因為你有九不答還是你贏了，所以我很多謝 sponsor Tommy。 作為這個 JMT 的忠實的粉絲，你覺不覺得自己出神呢？今次我沒有，完全沒有。為什麼我沒有呢？你這麼高分。我不是很高分，我輸了的。你輸了嗎？如果讓你去選一個問答比賽的標題題目，你會選什麼比賽呢？跟狗仔有關的，我愛狗仔，戴個狗的 面罩。狗面罩，狗面罩。好嬲咯，好精心咁樣咧 set 咗五十條問題咧，但係好多人都唔識答咯。我漏嘢 set 嘅陰功真係，揾到幾多資料啊真係，唉。咁揾呢五十條問題係咪都滿足到你嘅？你的興趣什麼很驚的，我很驚鬼的，抄那些圖片幾驚的，大佬真是。你試下抄啊，你見到精子你睡不到覺啊，真是。張家輝要過啊，你大家幾驚，你指數什麼鬼的真是，喂。下次呢，我諗住 set 啲簡單啲嘅問答遊戲，例如咩 Mirror 前副問答比賽，可能大家會易答啲嘅 ,OK 啊。唉好嬲啊。